就是因为三冬一遍的条件，啊，因为阮以前的关系，所以阮一年拢做这个八卦，大家好正常来。哦，啊，明仔明仔载啊七点开始，哎，明仔下仔啊，安尼七点开始就，或者正常来弄条卡，哦，互咱这个八卦的，因这个气啊，吉祥如意，互大家顺遂。哦，啊，到明仔因才结束。哦，啊，二十、十六，咱要过咱武德节。哦，啊，何家信众来弄着他，来取代咱这个十八妖精的意义的呢？已经买过就是太祖宫，哦，啊，上帝庙、清水寺、观音亭、天坛、福安宫、啊，武安宫，啊，过咱乡啊，啊，大帝庙啊，都买过，有啊，八地，啊，明仔就提的拜搭，就是八宝啊，八庙啊，加只神教庙，大家弄着他。保持这个平安，取代咱新旧年今年的这个十八爻的爻境的意义。啊，这个两脚卡有阮请红头啊法师要来坐落两脚卡解运。啊，另外这个解运，这个经费啊，阮全部捐予工作做社会公益。来创造这个三年一科真重要的三年一科的迄、那个。这个祈福绕境的迄个基督节活动，哦，啊，这次吼，啊，改变咱的活动的迄个管理方式，就是，哦，由原底是动态的迄种迄个绕境祈福活动，改变做这个静态的迄种两脚卡，哦，做一个祈福吼，明仔载开始，会放伫咱大木匠广场的中吼，啊，由咱遮的地金庙吼，神明庙，哦，铺一个八卦，啊，来互咱这个居民吼。咱只会弄一个桥架，做一个祈福、消灾祈福活动吼。